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一集，在做出海的你，在面对企业出海、外销商品等问题时，会不会有无从下手的感觉？没有足够的信息与数据，怎么能了解市场，做好重要决策呢？其实网上有大量针对外贸新人的免费资源，帮你解决这些难题。今天我们就把这些超级好用的外贸 Google 工具整理出来。一、了解目标市场。一、全球商机通 Google Market Finder 免费国际市场分析工具。全球商机通帮你选择最佳市场。当你决定将产品销往国外，你知道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产品市场吗？ Google 在2018年初上线了全球商机通，这是一款免费在线工具，而且可方便的在手机端、电脑端等设备上直接访问，有全面详细的产品类别可供选择，能快速提供产品的市场排名、获客成本、商业概况等使用数据。二、谷歌趋势 Google Trends， 海外用户都在搜什么，一查即知，看看海外用户都在搜些啥。搜索代表的是最真实的用户需求，嘴上说不要，搜索却很诚实。对跨境电商来说，什么热门、什么产品即将走红、什么产品的销售旺季、竞争对手的情况如何，都可以通过搜索数据直接反映。 Google Trends 利用即时搜索资料，协助你评估客户的长期搜索行为。 Google Trends 能让你随时掌握最新的热门搜索字词，查看各年度的 Google 热搜内容。 3. Google Correlate， 探索更多你未知的关键词，想破脑袋都不知道用什么关键词，来试试这个吧。根据真实的搜索趋势寻找相关关键词，查看 Google Correlate 有助于生成一系列与你的产品语义相关的字词，以便在您的内容中加入，更好地进行营销。 4. YouTube Ads Leaderboard， 借鉴成功广告，激发创意灵感。来 Ads Leaderboard 激发你的创意灵感，在 YouTube Ads Leaderboard 上，你可以欣赏到最成功的 YouTube 广告视频，看一看别人的视频营销内容创意是怎么做的，也是你做网络营销和广告缺乏灵感时很好的帮助。二、了解消费者。一、消费者行为晴雨表 Consumer Barometer， 洞察影响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因素。全球消费者行为一看便知，消费者行为晴雨表是一款能够帮你了解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互联网情况的工具。你可以使用图形构建器深入了解数据，比较长期的数字趋势数据，探索消费者旅程，发现你的策划洞察。二、消费者调查。 Google Surveys 用户调研没那么难，想做消费者调研，消费者调查来帮您。 Google Surveys 能让你快速高效地深入了解消费者的想法，收集所需的洞察数据，以制定更明智更快速的业务决策。比起传统市场研究，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消费者调查能为你带来什么呢？简单获取自定义调查，调查真实有效，快速获取真实洞察，将洞察付诸行动。三、自我诊断。一、Test My Site， 为你的网站做一个体检，你的网站加载速度够快吗？体验够好吗？对于经营网站的朋友来说，做好网站是十分不容易的，如何让网站在各个装置浏览如丝般顺滑，对于 HTML、CSS、JavaScript 等版本支持程度如何，都和网站加载速度和 SEO 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Google 推出的免费网站
测试平台 Test Me Site 可以为你的网站做出全面的诊断，并且给出优化建议，帮助你更好的运营网站。二 Speed Scorecard 测一测你的网站响应速度，你的网站响应速度够快吗？如果你的移动网站响应速度过慢，大多数人会放弃访问。Speed Scorecard 是帮助诊断网站响应速度的一个工具。四、广告投放。一、关键字规划师 Keyword Planner 关键词设置不再烦恼，规划好关键词，向消费者精准传达信息。